看到素儿跟淑静姐，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即将当妈妈的喜悦。所以，你现在是有那么一点想当妈妈啦。我这名字那个主里有保佑的呢。素儿她爸爸这个名字哦，是花了很多时间跟心血下去想的呢。你要保佑我抽到老公取的名字。啊！履历报道，爱的故事。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